瑞芳站终于要到了，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3号。4月19号，瑞芳站，西红西北港，8:48出发的是415。二次的北湖发车就应该听到芙蓉的一绿色要3分钟937圈了。心扎到是开启车门，其实我要知道北湖发车就沿线芙蓉了，因为这一家成本食量一边都用就把你就三七圈了。哎，瑞芳站停靠。各位旅客您好，第二月台机侧的列车不停靠3雕岭站，请旅客注意搭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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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第二单次说发车就沿线上树林的单组，500行程的已经烂了。您好，第二月台机侧即将进站的是1507车班，开往树林区间车。各位旅客您好。考试啊，哥哥！考试啊！第二月台机侧即将进站的是8:54开往树林区间车。工作完，工作完了。来考试啊！考试啊！没有啊，看运人员能不能。先进来再讲。先进。真假的？考试。他当初也很努力耶。不错。当初不是很努力开考场。只需要考简单。他说他现在很乱呐。对啊。就算进去了。一下没有等级。一下又是营业人员，一下是从业人员，他到底啊？营运或从业？这样有没有等级啊？很多没有啦，对啊。对啊，很怪啊，很乱啊。8:52，7:52，拜拜。但是他现在很乱呐、啊。4月19号，瑞芳站起吧。哎呀，兴趣跟工作不能打在一起。会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C23就会死掉。C23是说啊，把这叫阳性港树林的，用50去分了。4月19号8:53，然后大家拍完就要先回去。刚才睡觉了，真的好累。真心呀，
那我林俊娟呢？准备搞什么？这里。好，关闭车门，拜拜。8:54。4月19号，507圈的11234苏澳发车将沿线上树林的单组用户百姓，用507圈的在瑞芳未央站使用，这个地方大家拜拜。